建议，如果说没有柴鱼汤，你就不要加这些汤，你可以直接用水就好了。可是你里面可以放什么？可以放鸡肉，可以放猪肉放进去，它里面可能就会有一高汤的样子。好，那你切好的东西就只要往里面丢就好了。对。有豆类在里面，有豆类在里面，然后这个黑木耳对身体也是好的。黑木耳，超爱吃黑木耳。嗯，好东西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现在不是有，就是有那个黑木耳汁。有有有，嗯，这个我们现在都支持大家吃食物，食物不要吃食品，哎。可是黑木耳，黑木耳汁我自己在家里面也会打，因为用黑糖进去打，自己打就可以打，也是。那一样把它撒进来。这套菜我一定要学起来。是，这个基本上是只要你看过一次你就会，而且你可以很多种变化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用糙米啊，然后再加上刚才又有豆皮的豆腐，然后又加上现在有蔬菜，你就整个就是一个很健康的防肾结石饮食。它就什么颜色都有，哎，有黑色。那尽量把你要做的这个栗子啊，把它弄小一点，弄小，这样它比较容易释放出它的甜味出来。是。那你如果刀法不够好，你可以叉开门没有关系，对，那个比较方便。嗯，哦，甚至在日本，他们还有这个饭做好之后，因为今天不要那么奢侈，他会放鲑鱼卵在上面，哦，或者放虾卵在上面。没有，我们在讲肾结石。对啊，不要吃的这么的苦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鲑鱼只有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咸的问题，咸其实会让你的尿液就是它会更浓。其实像不是像现在的人都有痛风，尿酸过高。对，没错没错。但是古时候的人应该比较很少，应该少，当然很少啊。对啊，是啊，而且高纤维的东西又吃得多。对，你讲吃不到肉。那这个都做好之后，全部把它放到里面，就一股脑，你也不要想那么多。邻居菜园里面有什么，你就去摘嘛。可以这么讲，可以这么讲。好，然后把它铺平。你可以看到有没有？有。我这样铺平了，很漂亮。水分也有，然后里面食材什么东西都有哦。然后把白芝麻放进来。其实绿色蔬菜里面也是有很多钙。哦，绿色蔬菜。深绿色蔬菜也是有钙质。对。那个芝麻也是。白芝麻很多。对。把它放进来，然后把它盖起来，然后按。熟就好，那等到煮到它熟，你打开来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什么样子？就是养分。所以所有的养分都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盛盘，然后准备来试试。好，很简单。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炊日本炊饭，野菜炊饭，好香。我要大口大口的。好香。它比炒饭还香哎，而且那咸度刚刚好，怎么这么简单就可以弄，没有，最主要没有什么油脂。嗯，炒饭的油脂很多，对，它没有油脂。嗯，这相对比炒饭健康多了。当然，事实上我可以打蛋进去吗？可以。比如说打蛋进来的话，就是它不是最后电锅不是跳起来吗？对，你把它打开，你再切一些高丽菜丝铺在上面，再打一个蛋去，再把它盖起来。哦，然后到它就会熟，再把它拌进去。哎呦。有点像蛋炒饭的感觉，半生熟的那种感觉，这样。嗯，你到时候一蒸，你知道时间久，它会熟。哦，对，也很好吃。而且我觉得它菜比炒饭多得多。嗯，对啊。那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放再大量的蔬菜都没有问题。对对对，真的欢乐的时光，你看，一定有好消息要报告。对对对，又有好消息，白哥又来了，要跟大家讲，那可兰这个送你了。哎呀，那是可兰吗？对对对，有。真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什么好消息呢？要跟大家说，逐梦小丑哈白云呐个人的签唱会了。哎呦，没有，一直哈，这个15号在这个台南的南方公园哈，然后16呢在高雄的名家美，那其他的22全部有差不多7场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关心了？没有，打喷嚏，打喷嚏，感动。然后最主要呢，有很多人都问啊，白云哥，为什么你的唱片实体通路呢，有时候还买不到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缺货了啊。那如果你在呢外岛地区呢，或者是这个我们东部花莲地区的买不到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直接上星光原创那个 eStar 上面呢，就有个人的这个直接这个网站呢，可以去订购，可以去订购，哎，直接用网购的，那就方便，那就方便多了，对对对，或者你是全世界的朋友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但是这运费再协调，好，谢谢。这边负责宅配这部分就对了。送到美国一盒要多少钱呢？对，哎，好吃好吃好吃，谢谢，很好，今天好吃，今天现在上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你要去锁定我们食疗健康，让我们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
这辈子曾经痛过一次最严重，哇，那天晚上庆功宴，明虾这么大一条的，哇，半天而已。隔天所有的朋友都要去赌场，要去抓饼，我就整整一个人躺在那。痛风患者不能吃香菇，对或错，请抢答。不吃高嘌呤食物就不会有痛风。痛风患者喝醋可以改善。对，答错了。你看人家每明天晚上11点，33频道《实在有健康》。